小厨们顶着大太阳穿梭于农场之中，插秧、施肥、抓鸡、拔菜，样样来，流着汗水体验农夫的辛劳。而小厨们的第一次野外料理经验，就在两队激烈的分组竞赛中画下句点。最终，绿队小厨以些微差距获得了这次的胜利。这集小厨们来到石牌国小踢馆喽，究竟等在他们面前的是什么样的严酷考验呢？请收看这一集的《小厨当家》。 在本届节目中，小厨们将会接受一连串的料理考验，每集挑战优胜的小厨将会获得积分，最终第一名将独得由 ESCO 提供价值60万元的厨房大奖。为了荣誉，也为了高额奖赏，小厨们都拼啦！今天事情严重了。 事情大条了，就在3天前，我接到这封措辞非常严厉，而且有恐吓意味的，这怎么念？挑战猪，挑战猪，不是挑战猪，写的指明的写着小厨当家，不用说，连我都看得出来，这封挑战书是针对着我们来的。现在看看内容，文燕，我正在最想念的挑战猪，哈哈哈，胆小鬼，一决胜负吧。 最强小学生，秀珍，你看之后有没有感觉会不会愤怒？会。妍希看了会不会愤怒？会。陈安，你看了你觉得愤不愤怒？愤怒。愤不愤怒？愤怒。今天约的地点非常奇怪，今天约在这么风光明媚的石牌石啊石牌。 国民小学，石牌国民小学是一个非常好的小学，但是有了挑战书呢，我就再也不能容忍。我一定要找出来，到底是谁这么胆子这么大，敢挑战我们的小厨当家？我看到人一跑过去，快快快！挑战书到底谁写挑战书？要找出来到底是谁写挑战书？对呀，挑战书，太过分了！真钱太可恶！我没看一下，对，有的。 谁？是谁写挑战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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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是敌对的，好像不应该帮他们这样子一直欢呼。但是今天看这情形，真的不大对，因为我让举目四望，我们已经被包围了，你知道吗？真的。你说你们是地表最强的小学生，可不可以把你们身份证明给我们看一下？那有什么问题？所以这是你们的成绩证明，表示说你们曾经有得过很大奖项，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我们是2014年产销履历教学活动中人气奖第一名的班级。言归正传，柯南，我想请问一下，你发这挑战书给我们，到底是为了要找我们来做什么呢？看你们在电视上好像蛮厉害的，我要挑战你们。告诉你，你们要挑战我们是不是？我会告诉你们一句话，今天你们是输定了。告诉我们，你们今天要比的项目是什么？第一关，煎蛋。煎蛋。比赛的呢是煎蛋，我们要煎出完美的太阳蛋。我是煎蛋王，一限时5分钟，二一人15颗蛋，三煎出最多完美太阳蛋者获胜。但是完美这两个字非常难定义，要如何来定义呢？只好由完美的人来定义完美的蛋。可以看到，现在完美的人就是捧着4个完美的太阳蛋，所以完美太阳蛋呢，就是第一个，它蛋黄绝对不能够破，要不然的话就变成炒蛋或者是菜脯蛋；第二个，它的蛋白呢一定要全熟，而这个中间的蛋黄呢，切下去的时候汁要能够流出来，所谓的汁能够流出来就是像这样，有没有？看到没有？汤匙上面的蛋黄也流下来了，有没有？这个就是所谓的完美的太阳蛋。太阳蛋顾名思义，形状越接近圆形呢是越好的。15颗蛋。
谁能够赢得最多这个完美太阳蛋，谁就可以得到今天的奖品。今天奖品是什么呢？除了有一颗徽章之外，另外还可以得到我们女王头上的王座。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女王赢得了我们的比赛的胜利的话，那同样的也要接受我们卑微的贡品。你有信心得到我们的贡品吗？我一定会得到你们的贡品。吹牛！有没有信心？准备好了没有，小朋友们？好了。女王，你准备好了吗？好了。好的，计时五分钟，比赛开始。在一开始我们就听到了威臣连发出两个 A， 想必他遇到第一个小小的难题了。彩虹非常好心的，谢谢，过来帮助他，只是个小问题。现在看到女王在打她第一颗完美的太阳蛋，太牛！是，好大 ，My God！ 可惜你这个是太阳蛋吗？有点不太像，但没办法。好不规则的太阳蛋，再次提醒你们啊，尽量越接近圆形越好。算了，我决定一个方法，放弃它。目前在第一颗蛋看起来比较进入情况的，好像是我们的花椰菜头市场啊。他的太阳蛋，陈小，你今天要做太阳蛋吗？大我一点，做。你做是吗？好。啊 ，My God， 又是散开了。打下去的蛋，它就像散开来，就有这第三颗就把它打成功了。提醒各位，你们面前各自拥有十五颗蛋，这十五颗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蛋，好好的对待它，争夺今天的王位跟那一颗至高无上的徽章。已经有人准备要起锅了，修成也起了第一颗蛋。因为在家里和这里用的锅子不一样，所以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会失误。陈妍希跟博彦两个人紧追在后。放错位置。目前看起来有一位小朋友他已经成功了，但是是谁我不方便讲，因为等到计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公布。好，每一颗。为什么每一颗都不行啊 ？My God！ 不要！现在女王果然是名不虚传，但是现在遇到了一点小小难题。这难题就是她的蛋。起不起来？现在时间剩下三十秒，时间剩下三十秒钟，请各位尽量把握好时间。彩虹还有晨安，有些蛋好像有一点丑丑的。我通常都是一天练两颗，在家里练得很好，但是在这里就失败。蛋白都粘在锅子上，用不起来，可能油不够多，还要再加油一点。蛋白希望你们全熟。蛋黄尽量不要破掉。昨天晚上练习十颗都成功了。现在倒数十秒开始，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那不行，时间到。来看看你的太阳蛋好不好？你的成绩在哪里？我看到陈妍希的这个太阳蛋。你觉得自己太阳蛋合格吗？不合格啊！真的觉得不合格，是不是？因为形状呢，真的没有太接近圆形。这颗真的很抱歉。来，博彦，你的太阳蛋在哪里？哇哦！我左手边这一颗，它是算是成功的，所以说你一颗成功太阳蛋，好不好？博彦是一颗成功太阳蛋。来，修成，你的蛋在哪里？这里。哇，你的太阳蛋很棒哦！这个蛋是他的，对不对？但是你知道我们要做的是太阳蛋吗？知道。你们家附近太阳是长这样吗？笑解决不了问题，类似，真的很抱歉，不合格 ，sorry。接下来看看小美女陈安的，你的蛋在哪里？这里。哇，好棒哦！我觉得她蛋真的很漂亮，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她做出我们宝岛的台湾蛋。你看这颗蛋，它整个地形很像我们台湾地形。然后这颗呢，其实也不错。我方便看一下它的蛋汁有没有流下来吗？好不好？这颗的蛋黄真的是坚若磐石，这样敲不会流。怎么敲它都不会流，但是我们来看看这个好不好？哎，有慢慢有一点点，很好，威臣帮你背书，所以说陈安你有一颗太阳蛋是合格的，恭喜你。威臣你的太阳蛋在哪边？对，哇哦，这是三个嘛，对不对？然后我们来先看看它的蛋汁好不好？那这个目测起来呢，它的蛋汁流动下来的，这个蛋汁我看看哦，这个蛋汁是细微的啊，它也在也在流下来，这个好。它的三颗蛋汁呢都是流下来，但是形状呢稍微有所区隔一点点。比赛的规则呢尽量接近圆形，所以说威臣有两颗符合标准的太阳蛋，恭喜你，欢迎菜头。真的，它的蛋白全部集中在南半球，它的蛋黄全部在北半球。哎，这个蛋黄一敲就
缓慢流下来，这个一敲也缓慢流下来。所以说沈长虹，你的蛋黄我认为都没问题，最重要是蛋白形状。为什么你可以告诉我们？是因为起锅那铲子用的不顺手吗？因为它都往旁边流了，而且都黏住了。煎蛋女王就是煎蛋女王，的确是不简单。它的蛋白颜色分布的很平均，而且它真的是的蛋白几乎全熟。我们来看看它的那个蛋汁有没有流出来。好，有，但是比较缓慢。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在我左边这颗，它比较接近于长方形，所以说虽然你是煎蛋女王，但是你现在只有一颗太阳蛋，也就是说你今天分数只有一分。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七位小朋友的成绩。我们优胜者就是我们的微尘，他有两颗太阳蛋可以得到我们今天的徽章。来，微尘，听到这边来，要粘哪边？粘鼻子好不好？要。那粘脸颊好不好？这里。粘哪里？这里。粘这里啊？那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奖品呢？多么的冷清，多么的悲惨，他自己默默的就把皇冠拿下来，然后一语不发的就盖到了微尘的脸上。好，微尘再这样就好了。女王，我想请教一下，你既然落败了，你们还有其他的强手可以来接受我们的挑战吗？真的有吗？好，我们期待接下来更强的强手，更难的难关。恭喜你，谢谢。哇，好好看哦，好像超人哦。接下来给我们看好不好？下列哪一些是用米做的？而且他们也超好的，不要拍拍我了。是七月到，我想要黄丝卫生纸。柯南跟我讲说，第二关的比赛场地就在这边。我是谁？但是 ，Hello， 小五哥，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地球上看过最多凶杀命案的名侦探柯南。柯南？不对，我刚看到你是个小学生，小小年纪一下就长大，而且你连回答都冒出来了，而且是你们都没有看过漫画连载吗？我是喝了坏人药水之后才变成这个样子的。我觉得你长得好像焦糖哥哥哦。对，我就是焦糖哥哥，大家好。欢迎焦糖哥哥，掌声鼓励。哎，我们那个彤彤姐姐有来吗？今天没有来。啊，其实我们大家希望来是彤彤姐姐，不是姐。弟兄们，我现在用最强的地表，是用最强的小学生来挑战你们。你们是菜肉鱼，首先是菜。有没有气势？有肉，看多么戏谑嘲讽你们啊！狗臭臭！什么？没关系，最后的我最强的鱼，看有没有气势？有没有看到了没有？还有最强招游团，我们的悟空。今天是，如果说你们在你这个蠢蛋的带领之下，不幸落败了。你们要输给我们什么奖品呢？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怎么可能输你们，对不对？有可能吗？但是如果呢？不可能。好吧，如果这千万分之一我们输给你们的话，我们菜肉鱼身上这一球一分就给你们。谢谢你们。好，有些冷气。如果那个小厨师输的话怎么办呢？我们小厨没有输过的，我们小厨厨绝对不会输的。绝对不会输，但是绝对不会输的。如果万一你讲的千万分之一的机会，如果输的话怎么办呢？妍希，噔噔噔噔噔，礼物要送给我们是不是？对，来，让我们一起说谢谢，一二三，谢谢礼物，不客气，谢谢礼物，大家。团体对抗赛，一分为尝试快选与障碍者版。二，由绿队、黄队、石牌队分组对抗。团体对抗赛正式开始。团体对抗赛呢，总共分两个关卡。第一关卡叫做尝试快选。低头看看你的左边，低头看看你的右边，分别有圈跟叉。我会问出问题来，你觉得正确呢，你就站在圈这边；你觉得错误呢，就站在叉这边。每一队有三条命，黄队有三条命，绿队有三条命，还有很喜欢吹牛的地表最强小朋友，有最有实力。三条命，一旦有错误呢，被淘汰小朋友就要到后面去坐着休息，然后另外一位队友再补上来。因为是比赛的岁数，今天我们请来一位最帅气、最可爱的裁判，也是我们纠察队，就是柯南。
好，我一定会秉公处理，而且我眼睛睁大看着你们，看谁延迟了一秒呢就淘汰。好，在旁边的小朋友们呢，不可以打 pass 哦，如果打 pass 的话，一样扣一分。当我吹完哨子之后呢，我说答案是正确的圈，他就会举；如果是错误就会举。来举错，再一次，答案是圈的话举圈，错误的话举叉。好，大家了解了吧？准备好了没有？好了。好吧，三个人依序看着我的眼睛，现在准备要比赛开始。第一题，请注意听了，哪一种食物的名称跟成分有关系？有关系的请你站圈，没有关系的请你站到叉。预备，开始。太阳饼。太阳饼的成分有太阳吗？没有。所以答案是叉。文彦，请你到后面坐着休息。听到太阳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太阳蛋。绿队再补一个人上来，加油加油！那仔细听好了，好不好？绿豆碰，你知道绿豆碰是什么食物吗？不知道。绿豆碰呢，类似月饼，它圆圆小小的，里面包绿豆。嗯哼。所以绿豆碰跟绿豆有没有关系？啊，可是是绿豆，不是花。没有啊，谁跟你讲花的？食物的名称跟食物有关系跟没关系，分别在那圈跟叉。我蛋卡。对，按叉，所以悟空答案是什么？绿豆和绿有关系，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绿队再淘汰一位，真的是也不用再选了，就只剩下一个秋成了。请问下列哪些会飞的？会飞的请站圈，不会的请站叉。比赛开始，第一题，美国队长。站好，你站好，你站好，你地表最强的，站好。六一零零四，你站好。美国队长不会飞，所以是叉。来，你弄猪回去后面找那两个倒霉的绿队小。回去叫爸爸妈妈带你看美国队长。错。来，地表最强小队再补一个上来。你是什么？你是什么鱼？七股鱼啊。好，爸爸，七股鱼。七股鱼哈。是八朵鱼。看到没有？只要认真，或许就可以逆转胜，真的。加油！再听仔细喽，请问下列哪些会飞？会飞的站圈，不会的站叉，速度要变快喽。超人，超人，你看过超人吗？超人会有飞呀！超人会飞，所以答案是正确的圈。绿队，就是木木。来，你有两个熟悉同伴在那边，你可以坐到他们的旁边，好不好？绿队取消。我错了，超人那应该只是特效啊。其实这个比赛是两位美女的对决，这是两位美女的对决了，好不好？握握手，握握手，握握手，连握手都不肯。运动加风范啊！好了，握手握完了，再仔细听好了，会飞的站圈，不会飞的站叉，仔细听好了。杨贵妃，蝙蝠，不要犹豫哦，不要犹豫哦，要加快了。企鹅，蜜蜂。飞机、飞碟、飞利浦、飞利浦什么东西？飞天小女警、太空人，干什么？太空人，柯南哥哥，太空人会不会飞？无重力状态，是因为，所以他不是因为自己会飞，而是因为整个环境让他不，让他飘起来，对不对？对，所以正确答案是不会飞。好的，现在陈恩，请休息。我没有觉得太空人会飞，是因为我没有听到人，然后我以为是太空梭，所以我就按转圈。现在会飞的题目还是这题，请注意仔细听好了。太空梭，彩虹，你站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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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虹，太空梭会飞。太空梭会不会飞？会不会飞？会不会飞？所以答案是圈，正确的。来。谢谢彩虹。我只听到梭这个字，然后我以为他是穿梭，然后我就有选叉了。好，搞不好我也成为逆转哦。好，现在问的问题呢，就是真的跟食材有关了。请问下列哪一些是用米做的？有的请站圈，没有的请站叉。准备好了吗？开始。棺材板、面线羹。面线羹不是白米做的，所以这里是叉叉。不完全是啊，对啊，是这样子叉的，对啊，这第一个是技巧啊。不完全吗？他没有拍我，不要拍我了。因为我们要
说的，那生气我都生气到我想要想要黄丝卫生纸，因为我还小嘛，有些我不知道。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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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铃薯！加油！这是错，这一个是错，看停一下。刚才尝试快选的胜负到底如何呢？柯南哥哥，当然要笑得这么恶心吗？对吧？很恶心吗？没有，我的喜悦是由心开始发出来的。嗯，那就是我们的石牌国小赢了，掌声鼓励。老师也很有风度啊，你看。是啊，你看拍礼物拍成这样子。现在呢是1-0，现在我勉励一下我们小厨当家的当家小厨们，在接下来的关呢一定要全力以赴，好不好？厉害的时候终于来了！哎呀，真是不简单了。我们看到我们手上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跳跳球，对不对？对，这个叫做障碍折返跑。每个小朋友呢，要骑在跳跳球上面呢，跑到这边去，然后拿回正确的物品回来，要在时间之内。每一次每队只能派出一个人，最快拿到正确物品的人呢，就可以得到一分。没有信心。很好，第一棒请就位。第一棒，好的，我们三队第一棒呢都已经就位了。我需要仔细看你要的，一定要仔细看清楚了。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第一题，拿回3颗马铃薯。好，听我哨音开始哦。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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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颗马铃薯。加油！加油！有人拿到洋葱。现在检查，再检查，检查3颗，好的，换绿色下一棒，这里3颗没错，三颗拿到，第二题的题目是，看下3颗，拿回100韭菜 ，Go， 好，3颗马铃薯拿出来，你们两个要加油了，100韭菜，100韭菜，换你拿回，第二道题目是，倒转，倒转，100韭菜，加油。一把韭菜，快，动作快，一把，不要拿到别人的球。哦，失败国小领先，失败国小领先。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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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检查，先检查。没错，一把韭菜，好。第三道题目，拿回一份鲑鱼 ，Go！ 鲑鱼，哇，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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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你是一把韭菜，这是韭菜吗？这不是，这是大蒜，大蒜，再回拿，再回拿，重拿。鲑鱼，来了。好，没有错，草拿是鲑鱼，快，它是鲑鱼，哇，鲑鱼，都是鲑鱼，对不对？是土托鱼，是鲑鱼。但是很抱歉，绿队还在停留在韭菜，必须要有运动家精神。就是拿食材的时候没有分清楚，有可能是因为那时候太紧张。拿出来，大家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韭菜？这是韭菜吗？这是空心菜。加油！韭菜！现在开放队友帮忙。细细的。不是，芹菜。加油！没关系，加油！他脸都红了。好，那我看一下，是韭菜吗？那是葱。这是葱。这个是韭菜，这个是葱，看闻一下韭菜的味道。这韭菜的味道臭臭的。啊，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在顺利完成。快哭了啦！乖，感觉很对不起我们队，然后就等于那个我是我们这一队的害羞之吗？团体队刚才成绩统计出来了吗？柯南哥哥，虽然不情愿，但目前是1-1平手。1-1，对，哪两队平手？就是我们石牌国小跟我们的黄队的小朋友。那你们这一棒派出的最强的是谁？方便转过头来让我看一下，就他吗？屏东猪叫什么名字？大声说。那你们这队派出来的是啊，是陈安。啊！现在 PK 殊死决斗的题目是两队各拿一把米粉跟一束罗曼叶。罗曼叶是什么？给你个提示啊，是吃沙拉的时候常会用到的蔬菜。好，准备要听我哨音，预备 ，Go！ 哇，这腿好长哦！米粉呢？不要拿错是米
米粉跟萝卜跟罗曼叶。罗曼叶，米粉到了，你再不可以提示哦。对，路上好。大家都还看得很清楚，是我们石牌国小先。但是，我们先看看拿的物品对不对，好不好？罗曼叶，请拿出来。就这个。对，吃凯撒沙拉的时候常会吃到罗曼叶。还有这是米粉。米粉，来，我们看看黄队的，好不好？来来，罗曼叶是正确的，好不好？对对对对，我们接下来拿的是这个是面线，这面线，哎呀，真的不好意思。他就是跟我差不多时间回来，只是比我早一点点，而且他又拿对了。所以我就觉得我可能害我们这组输了一分。双米合璧，这真的是米粉了，没错。今天这个团体对抗赛最终的获胜者是哪一队呢？不好意思哦，获胜的队伍是石牌国小，掌声鼓励，掌声鼓励一下。我们都输了，我已经很努力了。我觉得今天比赛就是让我们就是。觉得说不是我们小厨六个最强，还有比我们更强。输了就输了，然后下次再赢回来，就那个徽章就会更多啦。恭喜！臭哥，陈浪，陈浪啊，谢谢你们啊！好啦，那手上的礼物是不是要给我们啊？好吧，把礼物送给石牌国小好不好？谢谢，谢谢你们，石牌国小，谢谢小厨们，谢谢，好，谢谢，掌声一下好不好？黄绿两队的 PK 呢，可以说是我们的重点所在。但是我们都需要相当相当优秀的试吃员来为我们试吃，所以我们责任就是试吃吗？今天重责大人呢就落在几位身上了。黄绿两队千万千万不要气馁，待会儿就用你们长久累积下来的厨艺去赢取我们今天石牌国小试吃员的芳心跟青睐，好不好？好，非常好。现在开始我们的料理终极比赛，点心东西区。请出大家料理终极比赛。今天非常高兴的来到了石牌国小，在我后面全都是石牌国小今天的试吃员耶。最重要是要讨好这批小朋友们的心，小朋友的胃。今天终极料理比赛时间总共是备料时间60分钟，60分钟而已。小两队呢一定要注意，因为今天我们面对的是近百位石牌国小的试吃员。那每一个小朋友，每个试吃员手上有一球，一球代表一次机会，在还没有投入你的这个选择权里面，你随时可以更改。所以说黄绿两队一定要注意到，当你们上菜速度太慢，让试吃员等待太久，当他们心生不耐的时候，很可能你们的那一票就跑掉了。那我们要给石牌国小我们所有试吃员一个鼓励一下，石牌国小是最优秀。终极料理比赛点心东西区正式开始。好恐怖啦，不想要。林心妍好吗？不好。黑成这样子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这只章鱼它本身是非洲来的。时间到。我养那个给我白色的，没关系没关系，没熟，你叫我说可以。这边有海鲜味，那边有火药味。好啦，意大利比赛点心东西区正式开始。点心东西军，一两队60分钟内完成料理，二由现场试吃员代表试吃并进行推销，三小学生每人一票换选想吃的餐点，四统计最多票数队伍获胜。快点，我拿刀，我拿在外面这个。有两个，金城，你以前做过章鱼烧吗？没有。我这样跟你聊天会不会打搅到你？会。臭小子，你现在这么说我。大家，我是谁？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只想让你放松一点而已。你现在做的是哪一个部分？我要把牛奶加蛋。牛奶加蛋，这是一种饮料吗？这很难切，我就。你说，完蛋了，完蛋了！你看，一个锅子就装不下了。看来他们一开始就面临了一些容器上。120，刚刚好，100。我去安亲班打听过，好像我们安亲班比较多人喜欢吃可丽饼。你喜欢吃可丽饼吗？对。喜欢吃可丽饼，那甜的还是咸的？还是到甜的，所以如果做咸的，你不喜欢吃？还可以。如果是咸的可丽饼跟章鱼烧，你会偏向哪一个？应该还是可丽饼。还是可丽饼。勉强 OK。我选什么？那你帮我打两颗蛋。我觉得章鱼烧，因为
他就投分了嘛，然后吃完了以后，如果觉得不好吃，也没办法后悔了嘛。所以说，我想说用香味可以把小学生吸引过来。你喜欢吃章鱼烧还是可丽饼？章鱼烧。章鱼烧。章鱼烧感觉超好吃的感觉。这是结果柠檬汁。柠檬汁。对。做章鱼烧要柠檬汁是吗？没事，因为我们要美奶汁。你们自己亲手打美奶汁啊？对。那啥的，就等先停下你手边的工作，帮我一下。哎，陈威，你为什么老是都要叫别人帮忙？别人有自己的工作要完成啊。你可以不要问那么多吗？你叫别人做，结果他耽误到自己的时间怎么办？没有，而且你们是在同一队的，你又不是个人组。如果你不想团队合作的话，那你可以到别组去啊。哇，你们的美奶汁一半加一半不要。对，一半加一半不用。好。对。我最喜欢吃美奶汁酱，我觉得那是决定章鱼烧的胜败，你们知道吗？美爱，这里瓦萨比在这里，把它分一半。保持我很公正而且很中肯的立场，当然我不会说我觉得有点甜，因为每个人对味觉的分析程度不一样。太甜了，来，你有点甜吗？我没有说我，再加一点那个柠檬汁吗？我只是说我不会说我觉得它太甜。然后你在这边搅，我只差这样的话，这样做其他全部弄好。来搅。但男生都还没弄好，结果不要那么用力，不要那么用力。你的同组队友吗？有一点。博彦，你跟修成两个人相处的还好吗？还不错，还可以。我全部料都备好了，我还需要帮你们什么？你们俩有吵架的声音是吗？那个只是讨论。修成需要帮你什么？你要帮忙，帮我拿这个，哪一个？这个。你是说你到现在最好的方法是怎么忙？这样一定过不筛。你把这边再重打一次，重打一次会真的比较快，因为哪次来不及，来不及，你这样过筛一千年都，因为它有颗粒，绝对漏不下去嘛。我告诉你，另外，你这个倒下去，全部倒下去就满了。真的相信我，先我倒在这边，你把那个颗粒搅散，不是比较好？我只是怕你装不下。阿红塞。我要剪花袋，剪花袋。我在切章鱼。看得出来，剪花袋。章鱼切成小丁是不是？对。是它当时在里面当馅料用。用这个，对。这是瓦萨比，你吃吃看。嗯，好吃吗？我看。我先把玉米分散放到几个小碗。不要。哎，不要分散的话，你拿那个碗又太小了。没关系，不要再弄它了啦。不要再。我们两个投票表决就是分散到小碗，你不要。不要这样，真的会很不易。陈威，你相信我，那你为什么刚刚要弄这么多啊？一下要把它弄过去，一下把它拿过来。你要拜托你不要扁皮就好。不要把它移过去。对啊，投票表决，反正。哎呀，陈博彦呐，你不要乱弄嘛！你要讲就跟制作单位说嘛。我就很生气，说那为什么不要一个大的装就好，然后还要分这么多小，那不是会更占空间吗？还要更洗更多的碗。玉米可以放比较多的碗，它不会怎么样。可是面糊比较难挑，然后也会比较难挑。可是你不洗碗啊？你像你刚刚有用很多锅塞或什么，你可以洗啊，那你又不洗。啊，你拿来。哎，你们要搅拌到没有看到油为止哦。你可以不要管那么多吗？你在家里到底有没有练习呀？我有练习，你不要管那么多好不好？我懒得跟你讲话了。完全不想讲话。那你就跟我这样搅比较快。面糊，秋晨，你真的起来，你真的。哎，等一下。傻出来了。陈妍希，好了，等一下，不要碰。我搅好了。算了，那你自己完成吧。哎，我要先养锅，我要先养锅。哎，不能放油。不是，先养锅的意思就是说，让他这个，你看。怎么了？他们都不理我。他为什么？他不理你，为什么？没有，我们是不赞同你的做法吧？哪是不理你啊？帮他们，他们都不愿意；然后帮他们，他们又被嫌。你不要说你这么可怜，不能任性哈！来去，算我不想理他们了。现在时间已经过去30分钟，60分钟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现在只剩下30分钟。你没有加料？哦，快点呐！快点！而且你太早那个了。对哦，我太早转了，糟糕，怎么办？我还没看那些。哎，有没有盘子？自己找，不要问我。来看看。好了，抱歉。哎，拿那个。我们应该尊重你决定的，帮忙了啦，拜托。你要干嘛？帮忙，帮忙。哦，这太小了。就当是我们错了，然后让哎，这个不要道歉，我的做的太小了。哦，微尘。看起来很专业哦，他真的已经略具雏形了。对，这边有海鲜味，那边有火药味。再做5分钟，你们有成品或是任何试吃的食物可以给那些？应该会有，应该会有，真的吗？嗯，你看这样直接失败了，帮我拿汤匙过来。不想要，那你就没有资格。
要跑了啦！这个我不要，我们来试试看看。杰西，你来试试看。我不想吃，自己试嘛。你觉得你队长，你把自己工作完成就好了。再过五分钟左右，试吃员可以有东西试吃吗？可以，可以。顺便请问一下，博彦跟杰西开始讲。隔壁那一队很团结哦。我们也超团结的。杰西，你还好吗？不好。好。哎，失败的就不用了。剩几分钟了？不知道。要问啊，这个先留着。你这个还要吗？冰糖，小心。冰块，冰块，冰块。太伤了。这个，这个。冰着，冰着，冰着，拿着，拿好。拿好哦。哪个是要，哪个不要？这是给冰糖试试。cheese 给我一片。好，你再去考虑。你们干啥？你们都忽然和好了。cheese。我们没有和好，只是暂时先。为了比赛结果，暂时先休战休息。我们没有和好，孩子在吵的意思，我了解。怎么办呢？我都在这里吃快焦了。不会不会不会，那谁要帮我做啊？你有两个队友可以帮助你啊，因为我们最重要的比赛当然要顺利进行，但是人身安全要特别注意到。长虹跟陈安可以稍微帮助他一下。有，刚刚有弄了，因为他的手要去处理一下。好，那好不好？来，那个时候威臣刚刚手烫到，就是只剩下两个人，那个章鱼烧又一直黑掉，所以我就很紧迫，一直在做新的，就是做比较不焦的。上那个秘书丽达姆上。我不，你好吗？你有做焦焦的不要了。你用他的，赶快用他的。直排国小小朋友，饿不饿？想不想吃？想。好，现在跟着我一起过来试试看，跟我来。那你们是四个吃，四个吃一个吗？还怎么样？最担心就是说，你明明就喜欢吃可丽饼，就一吃，天哪，这是什么？对，这是可乐饼。讲用吧。好，先吃一口。可言吃。干嘛？你们吃的可能是没有煎过的，可是还是熟的那个火腿。那你们要不要吃煎过的火腿？没有煎的火腿其实是可以吃，但你觉得这味道搭起来如何？嗯，很好吃。很好吃哦。那现在我们到黄队好不好？好，我们到。来，好了，我们四位石牌国小试吃员来到现场了啊。这个摊位没有人在招呼你们，只有我一个人在招呼你们。你们要先走就是吗？哎，来到这边了。有四个人哦。你可以自己加酱油。好，自己加酱油。那不要美奶滋。海苔粉。就这样随便挤在那边吗？这个黑成这样子，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这只章鱼它本身是非洲来的，它的肤色比较黝黑。黑章。没事没事。61005，味道怎么样？会有一点烤焦了。哦。味道是这个。怪。因为有那个生香味很重。好，我们去好好讨论一下。那你觉得可丽饼好吃吗？好吃。好吃，那你觉得它好吃在哪里？它好吃在它的饼皮。饼皮。很酥脆，很好吃。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你说是觉得可丽饼怎么样？它可丽饼上面有睫毛。有睫毛在哪里？哎，真的哎，那会不会是你自己的？不会，它的饼皮也没熟。饼皮没熟？哦，如果它可能是煎半生半熟啊，会不会？章鱼烧是好吃的，你跟大家分享。章鱼烧的味道还不错，可是它烤焦了，所以苦苦的。嗯，好，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哦，不要讲话哦。听完那个解说员、试吃员讲完之后呢，喜欢吃可丽饼的举手。哇，这么多人啊！好，手放下来。喜欢吃章鱼烧的举手。好 ，OK， 没关系，放下。亲爱的两队小厨，现在时间只剩下三分钟，请大家好好的把握时间。白白都在里面啊。还有三分钟，还有三分钟。你们要注意那个饼皮，千万不要烤焦。可以了。时间剩下20秒，20秒了。把握时间哦！没时间了，把握时间哦！不要，给我，白色的，没关系，没关系，都还没熟，没关系，可以的。没熟，你叫我说可以。时间现在剩下10秒，我们倒数计时开始。10、9、8、7。手一开，黄队的章鱼烧还有绿队的可丽饼，现在呢准备要呈现给我们近百位石牌国小的试吃同学们的口中了。现在拿出你手中的那颗球，到底你喜欢吃哪一样？立刻投下你神圣的一球！好，哇 ！Oh my god！ 哇哇，怎么回事？哦，就三个出来。哇，这边是可丽饼，确定吗？没差了，谢谢。一个一个，慢慢来，慢慢来。谢谢你。下次会有点湿湿的，拿给
这边人感觉比较多哎。如果这么少人的话，你可以多给他们一点。等一下。哦呦，来排我们那个章鱼烧的就只有四个，就四个人。你为什么要来排可丽饼？谢谢你。不是吧？是因为分量比较大，对不对？不对，我知道这比较好吃。对，谢谢你。真的，我没有办法赢，太帅了，谢谢你。好，他对章鱼烧的，章鱼烧的人，章鱼烧的，章鱼烧人呢？已经给他们的。来，章鱼烧的来，六一零一二，好吃吗？好吃的。你们觉得这个好吃的，请举手好不好？好吃啊，好吃吗？真的。还有，来，最后做生意。真的好吃，不用排队，不用排队，而且买一送一哦，不用排队，买一送一哦。哦，有人来了，有人来了，买一送一哦，快点爬过来，快点，新同学。他们就只有一直吃，没有叫别人也来吃，而且他们都没有投球进来，他就是去投可丽饼，然后拿了可丽饼之后再过来跟我们要免费的，然后他们就是说一直说这是要拿给老师吃的，就他们就拿一拿，然后回去转头然后自己吃掉。你就拿着吃吧。哇！每个加倍量，加倍量排队，加倍量排队。我们剩的料还有很多，然后就叫他们不要走，然后说我们加料。加料。觉得看到别人吃我们的东西很高兴，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很开心。快！好，等我一下，等我三十秒好不好？三、二、一。太好了，老师好吃吗？你吃的是什么？好，章鱼烧是不是？味道怎么样？软软又酥嫩嫩的，然后外面焦焦，有点点脆脆的感觉。那没有想过要尝尝另外一股的可丽饼吗？还尝哦。所以说你觉得章鱼烧口味是 OK 是不是？ OK 啊。好，那我们到这边帮忙小朋友打打气好了，好不好？石牌国小章鱼烧好不好吃？好吃。石牌国小可丽饼好不好吃？好吃。终极料理比赛点心东西区成绩即将要揭晓了，现在先看看我们绿队的分数，来，我们35、36、37、38，我来看看我们黄队的，哎，怎么都没有球啊？看小哥在下面，隐形的，哦，在下面，这边有15、16、16加接下来多少？17。不是39，39。恭喜绿队，我们一人颁发一个小小的徽章，好不好？谢谢。徽章，谢谢，放在这边。谢谢。团队胜利呢，固然是值得珍惜，但是就像我讲过的 ，MVP 不一定存在于胜利的团队，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今天的 MVP。今天 MVP 应该是谁呢？今天这个重责大任就交给你。我来一集要得罪所有小朋友啊，那是应该的，我已经得罪了好几集了，好不好？我来公布今天的 MVP 是实至名归，灰尘。灰尘请到这边来。灰尘官呢，在太阳蛋的过程当中呢，以三年级的这个年纪呢，他领先了许多六年级的同学。他的手呢，有一点点小小受伤，但是我知道我刚刚看到。修成的手好像也有受伤，对不对？这边是不是也包起来，对不对？哇！所以说他们真的都蛮辛苦，就是受伤之余呢，还是坚持要回到他们的那个料理台上面，继续去完成他们未完成料理。这种精神值得我们赞赏，对不对？对。好，再一次帮我们MVP拍手。这是你的徽章，哇！你有两个徽章了，好，恭喜你来 MVP， 很可爱。本集妍希成为本季首位达到10分的小厨。场红陈安8分位居第二，修成微城同样7分，博彦6分暂时落后。这集的石牌国小挑战之旅已经够紧张够刺激了，难道你以为只有这样子而已吗？还有下一集更让你意想不到，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往前进，一个就是从此离开，就是淘汰赛的意思啊。是的，地狱之旅正要开始，焦糖哥哥一起来揭晓吧。小猪们站好，一、二、三，淘汰赛题目。对，好难啊！太难了吧？好难啊！觉得难吗？六大，好难的。小厨当家就是不怕困难，中餐西餐，你选哪一边？
我们现在做一个甜桃香草盅哦，因为它主要是用水果去做的。那像这个季节的水蜜桃很棒，我们就用水蜜桃来做。那我们今天是用台湾的水梨，因为现在非常的当季，它吃起来会脆脆的。那我把苹果也稍微削一下皮，可以加一点点砂糖进去。然后我们可以放一点那个果干，然后我们可以下少许的盐巴去提味。好，还有什么没有加呢？哦，香草荚。对，然后它的籽跟荚我们都可以一起扔进去。那这边呢，我们可以增加一点点那个新鲜的精油的味道哦。所以这个是薄荷叶，这边好的之后，你先把它拌匀。今天呢，我们用那个真空食物保鲜机，所以呢，我们先把它的那个腌制盒盖起来。我们先开机，它上面有个腌制功能，对不对？那它这个功能呢，就是我们先把那个腌制盒里面的空气抽掉。它抽完真空，它会有一个循环，像这样子，对不对？它现在就是把空气慢慢的在释放掉。所以呢，它就是抽真空，然后再放掉，它很像是在你在帮你的水果按摩。所以如果有人在按摩的话，它其实就会更快入味这样子 ，OK 吗 ？OK。我这边呢，准备了一点点消化饼。我们等一下上面我想要装一点点那个鲜奶油。这边呢，我觉得我们的那个腌制水果也差不多好啦，你直接把它装上去，然后呢，你就把你的 cream 直接摆在旁边。我们一样再刨一点点那个新鲜的柠檬皮上来，这样子就完成啦。这一道呢，就是今天跟闯红分享的甜桃香草粥，好吃吗？你的水果味道应该都进去了，对不对？有。下一集，小厨们将前往中进高职，越级挑战专业料理达人。眼看对手个个来头不小，小厨们是否能展现厨艺，跨越眼前这道高墙呢？而为了让评分绝对公正，评审们将在不公布制作者的情况之下进行盲评，可以说是史上最残忍的竞赛规则。小厨们如果击败高中料理达人，将获得足以逆转形势的三分积分。小厨中会有黑马出现吗？有逆转的可能吗？敬请锁定《小厨晋级赛三部曲之料理高校大乱斗》。